现在下的是鹅毛大雪。我现在在这个克拉克夫 Clock 这个它的这个街上，我准备找点吃的，可是发现呢，今天圣诞节一个店都没开门，连 Burger King 都没有。然后我现在就是卖火柴的小女孩啊，看到橱窗里东西都特别馋，但是却打不开。现在还在街上，在雪中游荡。在此呢，祝各位亲朋好友圣诞快乐，拜拜。